It's like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So we need a team. Yeah, it's a historical mistake. So, but most of the painting conservators, and I'm one myself, and I know hundreds of colleagues all around the world. Mm-hmm. They're always very modest. You know? Let me do my job behind the painting, and you know, I write a report, and that's it. We used to work a lot with the war, probably. Yeah. So it should be, but we are not making like sentences. Yes, exactly. Yeah. But this is not a totally new problem. So I think it was the Hamilton Kerr Institute, founded by Helmut Ruhemann. They made the training for authenticity purpose and for conservation purpose. And they always say you need to work in that team. So an art historian, material scientist, painting conservator. Yeah, and then you can make steps. But now look to the thousands of catalogue raisonnées which are written on so many artists who never did that. So what is in it? That's tragic, isn't it? Yeah, it's stretching. There will be fakes inside the catalog. Yeah. If, for example, take Natalia Koncherova, which is a Russian artist, the most expensive women artist in the world. Mm-hmm. Wonderful work.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as a catalog raisonné written, I think, 4 or 5 years ago. It's filled with fakes, totally. We use that book now to see if the fake is there.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Not the same. Yeah, and that has to do that we gave all the power to these art historians. Yeah, well, it couldn't be in a way. You need to have a support. Yeah, absolutely. But this is for us all to learn. You know that we. That we start changing and thinking about it. In our case, I think we can only talk about materiality. I'm not talking about history, if it's where it's coming from, about the exhibition that the painting has been. I talk about the materials and about the experience I get just working 8 hours per day with the paintings. So.不好意思，好像刚刚吴博士有闪过一句话，所以引起我一个好奇，就是说，好像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用很类似的方式在保存艺术品，然后您有留了一个话尾，就说，这是对的嘛？所以刚好一样，如果以陈澄波或者是有大量艺术品的艺术家，他留下来的东西一整批。 所以以风险分散的概念，是不是应该要分给，就是不同的团队去修？然后，in case 你现在觉得你很厉害，可是如果，就是风险的概念，我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结果你们就是因为某种判断上的，不完美，不是故意的，然后10年后发现完了，就是全错，其实是应该团队 B 团队 C 更好。 那如果我就很乱问这样，不好意思，就是如果我是那个收藏者，是不是应该分三批，还是就因为我不知道啊，我们也是在赌嘛，赌说哦，好像你很厉害，以目前的 research， 目前我认识你们，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最厉害，那我全部送给你们，然后搞砸全部的话，这样就是举例，那所以 policy 或是真正的状况，或是。 各位怎么专业？是不是可以讲个 case， 或者是你们的建议是什么？通通送到最厉害的那个地方去吗？还是分散？还是就是刚刚就延续您的这个，我有一个这个灵感，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如果冒犯的地方，先简单一下、哦。不会，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假设今天我们的所有的修复团队，的水平都是一样的，那基本上就没有这个问题，对吧 ？OK， 好。
假设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修补伦理，叫做我们把它放下去的东西，我在上午有提到，要能够去辨识出来，然后它的材质要跟原本的不一样，而且可以在不损及画作，哦，原创的画作的状态下把这些东西拿掉。好，哦，为什么修复伦理它需要这样做？就是怕这种事情发生。好，哦，那我在这边讲一个，好像有，欸，我们上次去的应该不是文化部的，哦，我们有一次去一个政府部门翻桌子，我跟李主任怎么搬桌子呢？我们就去有一个 case， 好像那也是一批陈仁波的嘛，哦，一些就是，欸，有不同画家 不同前辈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他的当初他的那个招标的一些修复的建议，我们看了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在哪边？有一些作品它原本它是没有上保护层的，但是它的修复建议是全部都要上保护层。好，那在我们化学的观点来看，保护层跟油画颜料比较起来，保护层凡尼斯它是更容易裂化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把加了一个会影响到你作品健康的东西放上去，然后它裂化之后要把它拿下来，你要花更多的钱，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修复建议的时候，我们就跟它的招标文件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修复伦理是只要创作完成的时候，好，它原本是没有保护层的，那可能那应该是创作者想要给予那个观赏者的一个感觉，而不是硬去把它上这一层东西。那今天当然假设本来创作者艺术家他本来就有在上面上凡尼斯的，我们一定会也上凡尼斯。好，这个是忠于原创的一个伦理。好，那个 case 很有趣，我们把这个招标文件丢上去，去那边讲的时候，评审委员讲的第一句话，李主任，你们知道你们没有招标资格吗？因为你们的招标的计划书跟那个我们的你们的修复计划书跟我们招标文件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的案件里面有写说要依照这个招标文件的这个修复建议里面去执行。李主任就转过来看我说要不要翻，我说翻了。没有错，我们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上保护层的东西，我们要忠于创作者他的原本的一个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作品它是一个桥梁，它是要把你创作者跟观众勾在一起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去改变他的想法呢？啊，结果有个评审委员他也很好笑，他说你怎么知道当初他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才没有上保护层。真的啊，他真的就是这样讲。然后现在我们啊，他做先了，那我们要保护他，不是要上这个东西吗？大家会觉得很荒谬，但是这个是货真价实。我只恨没有录音啊。这告诉我们什么？政府。在政府部门里面的重要的国宝级的作品的修复案里面的评审委员给的建议是这样子，我们这个东西需不需要提去推广让大家知道？一定要的啊。那再来说到修复品质，我们去争修复助理的时候怎么争？分享给大家一下，我们把一张作品，哦，一张油画好了，把它印出来，印在纸上面，然后把它剪一小块起来，留白，叫他们去把它填上去。哦，所以它下的颜色准不准？
他有没有办法去模拟出他原本是什么样 的一个状况，什么样的一个构图，就可以知道他适不适合来做这件案子。好，我们的修复助理都是这样去应征来的，所以还蛮严苛的。那再加上其实Yoseba 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呢？他就走过去，他看到他在发呆，他不是在发呆哦，他就一直看着作品。然后有一次李老师就问他，那你在干嘛？我在跟作品对话，我没有跟他对话，我没有办法了解他，我不了解他，我就不能修他。好，大家如果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像我就没有办法理解。好，但是这个实际上反映在什么？反映在我们所修复出来的作品。好，这个我觉得因为没有办法用一些 case 来表示，大家有兴趣到我们那边去看看，拿一些 case 给大家看，大家要知道对话的重要性，修复的重要性，更重要一点叫尊重。我们都是用一个很尊重作品、很尊重艺术品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不晓得这样子能不能回答到您的问题？我再补充刚刚一点，就是你可能很在意说，陈振波的作品都在我们的修，事实上不是哈。我们大概也是在近三四年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陈振波的作品的修复。他之前早前你们也大概有了解一点的话，都知道他有送到日本去的，有台湾几位修复师去处理。那并不是说一个好的团队他也是有可能会出错，但是我们已经尽可能把这样子的机会降到最低。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我说团队就是说很多作品它并不是单一一个修复师他去决定说啊，我要怎么修，我就以后怎么修。因为事实上，我们在修陈振波，你说光是油画作品，他好几百件的油画作品，在我们中心也大概处理了三四十件，并不是全部都压在我们这边。那其实三四十件，我们也面临到很多单一一个修复师没办法去处理的。当然，我们就至少说可以集合比较多的修复师去讨论一个以目前现阶段。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给他最好的一个保存的方式啊？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有一件他的作品，大概是15号左右的一个花瓶，那件作品呢送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因为过去的一段政治因素，让他的作品有一段时间没办法曝光嘛。那家属的保存方式就是把画框跟画布分离。就布直接比较好去保存，那个布可能因为也是长期的没有绷起来的关系，皲裂那些是一定会有，但它画布变形的很严重。我说变形，它是已经不是正的四方形，它就有一点点，我们找不到它的正四边形把它绷起来。那很多的修复师就开始去讨论，到底像类似这样子的画，我们到底是要用一个四方形的框把它硬绷起来。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那最后呢，有些把这边又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它即便是不规则型的，有点像梯形的，我们的框就做梯形的框，我们把它的画面最完整的保存下来，即便它是梯形的，但是在做它的外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后面留多一点，稍微的把那个梯形的部分呢稍微的调整了一下视觉，让画看起来不会像是梯形的，就是它后面的框留多一点，把它稍微的盖一点点起来。那这样子的方式，可能至少我们保留它完整的一个画心，但是呢，在展示上面呢，也不会让它出现很奇怪，就是视觉上的一个不是那么协调的感觉。那所以其实说想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最不会出错的团队，因为每个团队都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也尽可能把我们的所有的修复的资讯都公开出来，因为我觉得说有经过检视，还是说有经过一些问题的找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不断的在成长。啊，所以说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有没有冒犯到我们？我觉得完全没有，因为我们也是很敞开胸
胸怀的去想去接受任何更多的一些问题点，因为没有一个人像医生好，他不可能永远不会出错的、啊、但是至少是一个团队，他比起单一个人的话，他的可用的资源会比较多一点。那现在陈仁波的作品大概是目前是我们在做一个管理的部分了，那管理就大概就是吴老师这边啊，包含他的典藏库的部分，那因为他的展览机会比较多，所以不管是出库入库都是要我们这边严格的去控管，那基金会就可以很安心的去做其他的一些推广，去减少他们一些人力上面的使用。谢谢。